我覺得現場所有嘢咧都好刻意，好似兇手特登留低啲線索咁。個兇徒可能係一個警探。法醫初步估計咧，女死者俾人性侵犯過。蔡德威！幾個死者被殺之後，現場冇留低兇手嘅指紋。同埋死者確實被殺嘅原因，呢啲就係幾個死者嘅共通點。我教你死木車，師傅，我教你死木嚟教你。住啦！扎少啊，誒，幫我查你啲疑犯咧，有冇啲精神病記錄？驚啊！呢個大心斬唔死啊！用槍打噶，幫我送佢一程。我話俾你聽，條友癲啊，條友連差人都夠膽喐噶。你再查，你死先。我已經揾咗佢殺人嘅時候，佢咁大。當初係你叫我幫你㗎。